好来，最近这个热对流旺盛，过道拢会落雷公雨。昨有三个男子烧酒到家己阿里山乡的达纳伊谷来钓溪啊。过道天气起变化，山区落大雨，三个男子就钓伫个山壁。显现这个溪水涨大水，水位是愈来愈高，赶紧甲消防局喊救人。消防队马上出动，惊险绕过溪来救人，顺利甲三个人救出来。气象局来提醒。后礼拜二进前，下晡也有雷公雨，马步排毒有风台会来形成。天色暗蒙蒙，救难人员辛苦顶白沙啊，冒险绕过溪，因为传说对面有三个民众受困。来，无偌久了后，受困的民众手救沙啊，红救倒转来。溪水真湍流，场面是非常惊险，好佳哉是无伤亡，拢顺利脱险。昨下晡四点过，嘉义县阿里山乡有三民众到达那一谷来钓溪，想袂到天气突然间变化，西北雨怎上落来，地速溪水汹汹来涨大水，三人就安尼被困伫咧三米大桥顶，约为200公尺的所在。消防人员接到通报，出动6台车、12个人前往救援。啊，现场利用抛绳枪。架设绳索啊，将三人救出啊！再次呼吁民众啊，勿以雨天啊前往溪谷从事休闲活动啊！气象局提醒，后礼拜日进前，各地方有云是较小热，山区或者是部分的平地过道了后，有一挂所在会向西北雨，民众得爱特别细腻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！